吴飞，过去都在练成杆跳，我觉得他脸上有一种很强的气场，但有一点点像阿昌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天，来了，冲刺喽！接下来的感觉不一样啊，怎么样？冲刺喽！接下来的感觉不一样啊，怎么样？飞起来了！所以下半场的八分钟。 蓝队，对，快快，哇，吴飞双掌齐出，对，拿到了分数。现在是两个守门员的对决，徐萌俊的起脚，抱着，被吴飞给抱住了。红队已经是4连胜，代表蓝队4连败。在这个时候，的确需要一点。 吴飞，对，吴飞的表现，对，他入围的原因，他守门其实蛮厉害的，而且非常的灵活，见球也是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见球救球真的太厉害了，奋不顾身，没错。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